同学们好，欢迎来到 Rina 老师的汉语口语训练课。我是 Rina 老师，我出生在中国，在中国长大，我非常的了解中国文化和汉语知识。我的学历是硕士，专业是国际中文教育。我面向东南亚汉语学习者教授过100多课时的汉语课，有丰富的教学经验。同时呢，我还持有普通话证书和教师资格证书，可以给大家更标准、专业的口语提升指导。在我的课程中，我们会一起拥有更准确的发音、更地道的表达和更流利的交际。在第一课的时候呢，我们会从 HSKK 或者发展汉语口语教材中挑选中高级话题自由交流。老师会仔细记录每个人的发音问题，然后给每位同学定制独一无二的提升计划。从第二节课开始，我们会开始纠音课。我会从汉语发音的原理、发音器官、发音方法来帮助你找到自己发不好音的原因，然后帮助你解决它。从第三课到第八课，我们会从词语、句子到话题语篇来练习和巩固发音技巧。到第九课的时候呢，我会用 HSKK 考试系统给大家模拟真实的发音测试，提升大家的考试通过率。最后，我会根据每位同学的问题、学习目标以及学习情况，分享不同的学习资料，给每个同学提升口语的建议，针对性的帮助你更好的提升汉语口语，更高效的学习，更自信的表达。我是 Rina 老师，欢迎来参加我的汉语口语训练课。